十月的陕北秋高气爽，伴着朝阳，任师傅带着儿子骑马进入古城。他们的武术队正在为年终实景演出排练。这样的活动已经举办了十年，路边的商户居民早已熟悉这哒哒的马蹄声。鼓角争鸣，策马而行，一声声呼喊仿佛又把我们带回了古城那段难忘的烽烟岁月。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项民俗表演，更是对忠勇精神的追随，激励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。神木古城地处陕西省北部榆林市境内，是秦晋蒙三地交界处。古城西靠二郎山，东临九龙山，一条枯野河从城西流过，形成两山夹一河的地势，是一处天然的关隘所在。今天的古城依稀还能看到当年这里作为军事城堡的街市格局。城内街道以凯歌楼为轴心，辐射出去东西南北四条大街，直通四座城门。历史上，神木城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合围，南北两侧建有鼓楼、钟楼，它们遥相呼应，既可供将士瞭望敌情，又可发出指挥号令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些古老的建筑都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但穿过关楼的甬道，走进古朴的四合院，仿佛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声。枪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自遥远的秦帝国开始，这里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对阵的古战场。金戈铁马，黄沙漫漫。唐代时，古城被称作林州。这座城最初的缔造者以瑞兽麒麟来为它命名，期待有英雄出世，永保边关平安。古城东北方有一处杨家城遗址，这里是当年林州刺史杨洪信的驻兵之地。五代十国时期，天下割据，战乱不断，杨洪信自立为林州刺史，管辖一方。他的长子杨重贵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家将领军人物杨业。听杨洪信在林州自立刺史，保一方平安，他感觉到需要自己的家庭的兵力来和他一起维护林州城了，他侧重培养他的两个儿子。林州地处边塞，经常受到游牧民族侵扰，杨洪信四方征战，保境安民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杨业从小学习武艺，钻研兵法、枪法，出神入化。山坡上滚落的雷石，记录着少年杨业奋勇杀敌、智取敌军的传说。那是一个大雾天，杨家父子正在城墙守卫。突然间狼烟四起，契丹族引兵来犯，少年杨业带着一队精兵悄悄出城，把对方骑兵引到一处山涧，
利用地形之便投以雷石，敌人死伤大半，仓皇逃走，杨家城得以保全。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显示出这种军事天分了。对，从小就表现出来与众不同的个性。后来他正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，他父亲杨洪信把杨洋送到山西太原，临行的时候，杨洋在灵州这里棵树，意欲树在人安，更留灵州。进一步说，就是他家乡的人看见树就会想起杨洋，杨洋想起的树也会想起家乡。弱冠是刘崇为保卫指挥使，以骁勇闻；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，屡立战功，所向克捷，国人号为无敌。《宋史杨业传》记录了杨业力保大宋江山的辉煌战绩。北宋雍熙三年，杨业带着儿子杨延玉迎战十万辽军，这场兵力悬殊的战斗异常惨烈。为保百姓撤离，杨家将坚守不退，将士悉数阵亡。杨业受伤被俘，他在敌营绝食三日，殉国而亡。英雄殒命的噩耗传回林州，城中百姓无不掩面痛哭。杨家将天下无敌，一口金刀，八杆银枪，保定宋氏江山的故事，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相传。他们舍家为国、九死一生的英雄事迹，从此深刻影响着神木的民风。历史上，这里武将辈出，明有张家将，清有赵家将。今天，古城人依然有尚武的风俗。阳光下，神木少年手舞银枪，英姿勃发，忠勇之风传续千年，成为这座军城不变的底色。鼓角争鸣声渐行渐远，但杨家将忠勇报国的精神却没有随时光的消逝而褪色。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述和一代又一代人的铭记中，他已融入神木的历史，成为一种敬畏，一种骄傲。斗转星移，日升日落，当年的杨家城只剩下残垣断壁，但英雄的气魄却始终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金元时，林州改名为神木。据《神木县志》记载，这个名字是源自此地的三棵巨松。到了明朝，为加强长城沿线防御，神木县改为神木堡，各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屯垦戍边，古城日益繁华起来。当年军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古城里保留了下来。杂碎面是这个城市最著名也最平常的食物。相传当年宋军被围困在荒山野岭时，粮草已尽，士兵们就把羊内脏洗净，放在大锅里煮熟，再撒上野香菜，创造出今天的陕北佳肴。早起上班的神木人都会点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杂碎面，开启沸腾的一天。作为三地通衢要冲，
清朝时期，远离战争的神木敞开大门，与草原地区展开贸易。一时间，神木城中商号林立，车马川流不息，一大批精美的四合院也相继建造起来。始建于清朝初年的张氏四合院，是古城中保留完好的古建筑之一。这座宅院里先后走出过七名武官，是名副其实的武将世家，也是革命烈士张友清的故居。啊，现在都比较珍贵了，这个。哦，这个照片看着也很有年头了。这个是1937年8月1日拍的。嗯。他俩给家中报个平安。哦。照片中的人就是张友清，他原名张学静，儒雅帅气。照片背面留有他的亲笔手书：“随时洒血疆场。”1926年盛夏，22岁的张友清从北京的学校返回神木，受新思潮影响，他带回了《向导》《觉悟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大量进步书刊，家乡的年轻人兴奋不已，时常聚集到这里学习讨论。小小一座院落，聚合了神木的新气象。当时回来的时候是军阀住在神木，天天都是守妇睡的，说人民基本就没有生活的出路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友清回来之后，带着家里面建立这个党团组织。一天，张友清召集当地几位进步青年开会，商讨成立党团组织。没想到，会议正开到热烈时，突然街上传来几声响动。屋内气氛变得紧张起来。当时城中正在实行戒严管制，为了确保安全，张友清一行人不得不紧急转移到城东的玉帝庙中继续开会。那个会议开得青春飞扬，激情澎湃，受到共产主义理想感召的青年们聚集到一起，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。他们以庆祝北伐战争胜利的名义，组织古城人把打倒军阀、废除不平等条约、打倒贪官劣绅等口号写在灯笼上，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提灯游行。自此，革命的火种播撒在了古城中，共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神木乡村的沟沟毛毛相继成立，拉开了陕北地区神府革命的序幕。不久后，张友清被派往西安、北平等地执行任务，从此远离家乡，再也没能回到神木。这是家里面以前的信。对，这一封是1927年的时候张友清给大哥的一封信。哦，你看他写了什么呢？他给大哥这样说：大哥，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。我既然是一个革命党员，我的生命、自由、我的一切就都应该交给党，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。说得明白一点，党若是需要我去死，就毫不迟疑地去死。这是张友清给身在家乡的大哥写的信。当时他面对的情况是怎样的危险艰难，已经无从得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神木男儿从来都是铮铮铁骨。在那个充满理想与热血的年代里，太多年轻的神木人甚至来不及和家人道别就血洒疆场，而那些活下来的人
擦干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遗体，不屈不挠，继续前行。1942年7月7日，张幼清牺牲于太原的集中营。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鼓励身边的同志要坚持斗争，要活下去，迎接胜利的到来。时光匆匆而过，如今炮火声早已远去，但小院的灯光犹在，它始终映照在古城人心中，告诉人们，只有不忘过去，才能真正抵达未来。20世纪80年代，神木古城开始了新一轮城市建设，往日繁华的老街区渐渐被高楼大厦所环抱，古城中的各个行业迅速发展，能源产业兴起。这片黄土下不仅有丰富的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资源，也悠然沉睡着另一座神秘的古城。那就是从海子上面开口这样子下来的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。目前，他们对神木石卯遗址皇城台区域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。石卯古城遗址约425万平方米，相当于6个故宫大小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代早期的遗存，距今已有4300年的历史，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。这个城址的范围是非常大的，是由3重城组成的。三重城，最核心的就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小山峰，叫皇城台，它就是当时的宫城所在。那宫城的外头呢，又有一圈内城，在内城的外面呢，又修了一道外城。另外2重城墙加起来的总长度呢，是超过了10公里。面积最大，而且相当完备。相当完备，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认识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是已经进入一个早期国家形态了。这个就相当于文献上所说的"筑城以卫军，筑国以守民"。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，石卯遗址曾经是一个等级分明、万邦来朝的都城。外广场、瓮城、双城布局，城内有沟有垣，既易于生产生活，有利于瞭望守卫。很难想象，4000多年前。先民们就已经掌握这些布局复杂、功能完备的城建设计。在发掘过程中，考古队员还发现，城池东侧区域的一段护墙与其他护墙有所不同，上面出现了大小不一、类似于圆形的孔洞。这个是刃木，它就是当时先民们在砌筑石墙的时候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技术。这是什么木材做的呢？这个呢，我们经过鉴定呢，它用的是柏木。这个柏木的这个木质呢是非常坚硬的。你看，这个由于陕北地区的这个气候呢相对比较干燥，所以这些柏木呢，当时历经了4000年的风雨呢，还依然保存下来了。宋代《营造法式》中曾记载，筑城时，城每高5尺，横用刃木一排。过去，史学界普遍认为，中国人是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，但石卯遗址的发现把这一技术的出现提早了2000多年。石卯遗址中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，彩绘壁画、骨器、陶器、玉器、
口弦琴等文物陆续出土，他们所展现的文明程度远远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和判断。早在4300多年前，石毛古城就以其令人惊叹的智慧诞生发展，并且存续了约500年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当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。如今它屹立在神墓，就像一部厚重的史书，印证和书写着这座古城引人注目的辉煌文明。博物馆馆藏的恐龙足迹是2009年在神木栏杆堡镇两处巨石上发现的，此后神木境内陆续又发现了100多个恐龙脚印化石。据考证，侏罗纪中期，神木地区是温暖湿润的盆地，植被繁茂，吸引了大量的恐龙出没。但随着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，沙漠不断侵袭，让原本山清水秀的神木离沙漠越来越近。尤其是近代以来，沙尘暴天气时常困扰着这座古城。山高尽秃头，滩地无树林，黄沙滚滚流，十耕九不收，这是当年神木最真实的写照。每逢沙尘暴来袭，古城漫天黄沙遮天蔽日，人们不堪其苦。千年战火硝烟都摧不垮的英雄之城，又岂能被风沙打败？21世纪初，神木人开始扛起锄头，推着小车，抬着树苗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治沙之战。31岁的张应龙，就是那个时候回到了家乡。他以个人名义承包了42.8万亩荒沙地，在上面植树造林。其实我治沙纯属一个偶然事件，就是当时我偶然机会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跟当地的村子说，就聊到这个事儿，可能是这个陕北人的性格，就是我说的，就是对家乡的眷恋。但这个答应可不是一件小事儿，你那个时候在外面是有自己的营生的。对，其实我对林业是一概不清楚。嗯，过去这个地方是无人区，老百姓就是当时也有一些零星有2-3个村子，沙漠上是种不了地的，小沟沟里边他能种一些玉米，就生活条件很差，很贫穷。对，沙漠种树谈何容易？茫茫沙海中，张应龙每一点努力的痕迹都曾经被风沙抹去。有一次，他发现一片被张子松成功固定住的沙丘，这个突破点燃了张应龙全部的热情。他不惜代价栽下了上万株树苗，还修筑了一条通往沙漠腹地的公路。可是一年后，等待他的并不是郁郁葱葱的景象，而是大风之下的一片枯黄，公路也被风沙覆盖。我是无数次想放弃，就是觉得这个造林就根本我是没办法把它造活的。我姐来了看了一次以后，她看着我整个人晒得很黑，我的两个姐姐搂着我哭了一场。但是最后就是陕北人的这个性格战胜了理智，就是那种执拗嘛，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，那你还有能力在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付出。当某一天我真的做不下去了，哪怕是我自取灭亡，我觉得我也信守了承诺。那时的张应龙像极了一名守城的战士，他抱着绝不向黄沙低头的信念，
屡败屡战，经过反复试验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固沙模式。17年过去，他承包的荒沙地植被覆盖率由最初的3%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70%，完成治沙面积达到50万亩。毛素沙漠从森林退化成沙漠，大概用了不到1000年时间，啊，现在我用了行政部成立以后70年。又把毛素沙漠变回森林，治沙精神就是爱国家、爱家乡，这种爱，所以他才有了这种改天换地、与沙漠的抗争，哎，与这个焚沙抗争的这种决心。20多年的时间里，在古城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到2018年底，神木各类林木保有面积达到了481万亩。森林覆盖率超过40%，神木人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漫天黄沙面前。沙漠深处渗出来的清泉汇集成潺潺溪水，缓缓流淌。昔日无边无际的荒沙已经完全被植被所覆盖，数万亩樟子松林地绿意葱葱，他们静静地守护着身后的古城，望着这片称之为家的地方。今天的神木，山水环绕，物阜民丰，漫山遍野的红枣是这里秋季最迷人的色彩。水果种植、旅游等产业的发展，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生活正在发生着切切实实的变化。这变化中，多了一种芬芳的味道，那是红枣的甜，也是怀抱着爱与憧憬的神木人共同向往的幸福生活的滋味。